新年倒计时呢，向来是我们东方卫视的年度保留节目，毫无悬念，阵容呢是一年比一年强大。一起来看一下2016年东方卫视跨年晚会的首发阵容。在接近零度的室外 ，SNH48 的萌妹子们却穿着短裙在寒风中彩排，十分敬业，看的小编也是真心心疼啊。是在发抖。对。冷得发抖。不过光有萌妹纸怎么够呢？还得搭上小鲜肉才更养眼嘛。这不，咱们的小绵羊张艺兴也来了。虽然身为韩国人气团队 XO 的主领舞，但是张艺兴也没有丝毫懈怠，一到现场就赶紧跟着导演学起了舞蹈动作。六，麻木了吗？二，四。很快，张艺兴也迅速进入状态，咱们这喜气洋洋的宣传片也就正式开录喽。与平时我们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的光鲜亮丽不同，其实私底下明星们也是吃苦耐劳的工作着。在这样的寒风中，衣着单薄的一遍遍重复彩排，却都没有丝毫的怨言，堪称敬业十足。哥哥哥，你好。请问您知道快乐密码是什么吗？咦，小绵羊这是在呼唤胡歌吗？没错，今年凭借《伪装者》《琅琊榜》《大好时光》三部电视剧收获超高人气的胡歌也确认加盟咱们的跨年晚会了。你终于知道我这十年干的都是正事了吧？有了胡歌，自然少不了他在《伪装者》和《琅琊榜》中的好兄弟靳东。长姐为母，在名家姐姐是长辈。除了美少女组合 SNH48 人气偶像张艺兴、实力演员胡歌、靳东的加盟，还有一大波的大咖嘉宾在赶来的路上呢。会有你期待的明星吗？咱们下周再揭晓。新闻在线，上海独家采访。